侯彩凤委员不在，请翁从军翁委员。请农委会陈主委。陈主委有请。翁委员你好。陈主委，我伫庄脚咧走，足济人来讲吼，阿比阿比的囝较好，因囝还无一个月六千块给伊。拄则我有听讲，阮的立法委员咧讲啥物，民进党政府老农津贴加两千啦，啊，看即马有要加无啦？注意啊！若讲老农津贴啦，提案拢我提案的，我拄啊刚留一遍尔。三千块，嘛我同台生讲的；四千提高到五千，五千提高到六千，拢我本人讲的。安尼嘛要怎拗落？做立法委员袂使像老百姓遐戆咧，白白宝贝你那乌咧？啊，无当老农顶头敢阿扁也混咧？阿扁还袂做总统，我著提案三千啊咧？啊嘛是讲阿扁也混咧？四千到五千，五千到六千，这拢有资料会当调，拢我提案的。我要会跟这阵合调协商记录嘛，我写的。什么阿扁啊，政府号咧，红奖金提案分的啦。啊，面对像这种啦，有当时啊，你我哪会讲呢？唔敢讲，老百姓不一定了解呢。你无感觉呢，真好笑吗？啊，明明都无影，啊，硬讲哪有影？啊，白白碰硬要你哪乌？对，我都爱讲一个笑话啦。我即马出去庄脚咧走吼，足侪人拄到红奖金的时阵，哈、啊，你也出现啦。啊，你唔是讲欠人五亿，即马咧走路，哦，足侪人出去咧相亲嘛，拢来啊，奖金你唔是咧走路，讲欠人五亿呢？嗯啊，啊无要安怎解释？嘛是白白报，硬要你那乌啦。注意，政治人物吼，逢左乌插白吼，我时常拢有感受到啦。啊，你做主委要有政务官的担当呢？注意什么代志？要为着农民呢？你敢要知影讲是安怎人差要硬要来拗？你有想要了解无？你有想要了解无？我要请委员来，我讲给你听，我看八篇报纸啦，来，对第二来八篇报纸来广告第二篇，这啦，莫怪人怨叹嘛，农委会，你人收钱转嘛，人下钱下了，啊，你个动作唔知道，你都得人收倒转去，这啦，阮遐一个立法委员，啥物加报。加报十万啦、啊，加报什么？嘿，你人收三十几万去，人别人拢没收回，啊，你农委会在那样收回，我怪人怨叹你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这样，即摆吼，来那个俄罗斯，即摆我来讲啦吼，恁农委会补助人在办过吧？活动拢三五十万办啊，好看，人一边五百外万在开啦，啊，我来讲吼，像这啦。这收钱吼，县政府报销的，都摕去别个单位报销，加当一个以正本相符，都摕去别个报销啊，去互掠着啦，误会嘛误会，你农委会捞出去的啦，莫怪你个人冤啦，过来。这啦，办个吧啦。民众人讲，我也无卖着高巴，我拢提供的啊，偏偏走高巴收据出来啦。县政府核销的高巴，偏偏走收据出来啦。啊，即马这收据出来，听伊讲在提别个单位报销啦。我误会嘛，误会你个误会，因为这贴不出卖迄个报酬的啊。啊，报做做咧，
封掉着，家己唔承认错误啊，万计要徛恁农委会啊，啊不怪恁个人玩。我来讲吼，那拄到像这种啦，硬拗、硬恶、硬要变，啊白白无要你啦哦，啊家己唔对都唔承认。啊咧话啦，有当时吼，人咧讲讲啊，拄到的时阵吼，你若去用徛，我哪会较忍耐咧啦？不过心中一定爱为农民，一定爱为有正义感。我来讲，当倒来要有咧啦。你敢要看较济？我来讲，钉钉塔塔，农委会过去的补助，钉钉塔塔，宠物核销的规大堆。我来讲到这为止，绝对唔敢辩论半句话，嘛唔敢当提出告诉，因为呐。拢熟悉的嘛，拢熟悉的嘛。啊，要徛要徛啥物人？干来咱徛你尔，政府官员好徛，啊，无要徛啥人？对不？后壁面了真济，含手机、含发票都偷改，安尼人嘛是在做。人因咧做是安尼咧做的呢，人因咧赚假钱是安怎咧赚假的呢？公开、公明、正大，手落比阿比阿要较油，比阿比阿要较干。人是安尼咧专制啊！注意啊！我请教你啦，阿扁啊，迄当时调整两块，啥物时阵调整的？不准介绍是1996年12月26日，12月26日调整啊！啊，啥物时阵开始去？因为12月26日迄阵。一期的迄、那个二期的七下都拢收完啦。啊，一期的开始去，还是二期的开始去？啊，都97年。是不是隔当的一期的开始去？对吧、啊？一期啊。哦。啊，伊提高，伊提早5个月宣布啦。一期在到5个月才收。对啦。伊、5个月才宣布，啊，12月就5个月才开始收啦，5个月就宣布啦。迄阵啊吼，尿箱的切啊，才正工拢巴巴。像你即阵啊吼，不怪生理人咧怨叹你，生理人都四月大，一切啊较上嘛，大家拢未进前去嘛，未进前去，手中无切啊，后壁面都爱倒了钱啊。啊，拄啊咧，我来讲吼，尿箱唔是干那尿箱，含农会哦，农会嘛尿箱咧，阮遐个农会会当伫庄脚买切啊。毛得卖小包装米呢，农会嘛叫做尿箱呢。啊，农会吼、喔，有当时拢听管政府的啦。不要你死的，不要你死啦！切到我来叫人，不要都俗。在俗的时阵，不要较俗嘞，好遐生意人倒。啊，即摆，哪要掠盘的人，无掠人拢提早卖了，拢提早卖。即摆换到这个农会有切价啊，农会有切啊，无掠多多里头农会嘛无停啦，吼、喔。但是咧，注意啊！咱像阿扁啊，提早5个月，尿箱的切到拢巴巴的时阵，人伊就宣布啊，伊到底多里多一个尿箱，你唔着计讲一个，啊！啊，你今日莫怪做这個，大家拢怨叹啦，对不对？人阿扁啊，就是利用迄个时阵，赶紧恁切啊买买咧，即摆收当恁切啊上济的时阵，恁收收咧，5个月的时间，通互恁调度，通互恁。操作两个，人因就是安尼咧创个啊！啊，你结果你做好，我讲啦，做啊老官人嫌啦老烂啦。简单讲一句就是讲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啊，你又不怪人烦人徛，因为像这种农委会补助的，啊，人全部核销，人伫咧下钱，啊，你都要用误会讲，你资料你留互人个，不怪人咧徛你嘛，对不对？啊！过来人阿扁啊，人提早5个月是五样尿箱赚了百，啊！人因真讲阿扁啊咧钓的，啊！你拢无多人政策辩护呢？这个时阵，你的宣布的时机对唔对？会当讨论，但是哦，我感觉讲哦，你最起码无像阿扁啊遐干，收车啊收好的时阵，就赶紧来宣布咧，或者人。手中有车的时阵，通靠咧
我看你这你的手路较无遐油啦，啊无遐油就较烦人嫌。就像我咧讲讲，申请补助，那加 A 加专家，人迄落拢顶多好做工课。啊，像迄落是其他咧做诶，迄百姓无一定会接受。啊，你了解无？你有了解这来龙去脉无？红车应该，红妹，我感觉你嘛应该，对不对？干唔是安尼？明明老龙顶贴，阿扁阿未做总统，我著提案，我怎啊要国民党开除党籍个？安尼伊嘛讲，迄民进党好也好，阿扁也对伊真好，比个囝较好。4000-5000提个到六千，4000提个到5000，啊，本人提案呢？安尼他王爷讲，迄是因嘿。因争取的，啊是要提高啥？那准都要提高，我相信我来提案啦。哦，啊我嘛争取啦，我一路行来就是安尼啦。啊，诸位，你拢无半，你拢唔知影啦。人咧比赛班，我看你也无啥知啦，你刁一人啦。诸位，我来讲，我正式向。单委员提出告诉，我正式向伊提出告诉。哎、欸，人以后我方讲应该啊，我方检讨嘛应该。啊，我人以后安尼的时阵吼，我嘛无资格当做立法委员。但是若要人做乌七八像，我讲我即摆啥物咧走路五亿啦，欠人五亿咧走路啦，拢讲讲迄腰酸骨咧，讲讲迄个生计无尻川的话，那安尼吼，无一定。咱无在调的，天嘛也有在调伊呢。我讲吼，我正式提出告诉，同时我也注意讲，时间地点好巧，茫讲我介意啦，无假做伙带带出来，老爷安尼看要安怎？吼，查甫囝加讲加担当，嫁出来，我随时奉陪。啊，注意。安重金随时奉陪，我绝对经得起考验。我不是像欧北讲的呢，唔能去告发你，我都不是这个意思啦。我怎么样啊？我怎么的？唔能去告发你那个解释的。查甫加加手加担当，加讲加负责。我今天在这里讲这些话，我今天马上来提出告诉，我唔免惊人检，我唔是像讲这个，我来来看这个讲含英国都唔敢，英国含告诉都，然后一假伊就这签名等于在你家，会使告我一嘛？你小佬唔敢告。可能真的嘛，对不对？像我这个，我正式来提出告诉。第二，茫讲伊啦，含无假做伙传传出来啦，看要安怎做拢无要紧，看要就抓，还是要站街，还是要安怎，还是要大家再公开讲一遍，等下才发现，我拢接受啦。利落坦荡，做代志的讲，敢讲会到，做会到。我唔是像种古仔囝咧，哦，注意啊！心中爱有农民啦、啊，做代志爱有原则啦。哎，这是阮的原则。哎，哦，啊，我把你鼓励啦，但是我也希望你一定要坚守你的原则。